龙眼鸡是腊肠科的一种昆虫，主要生活在龙眼荔枝树上，然后以它们的枝叶为食，算是一种害虫吧。这个就是龙眼鸡了。现在就收了它。一共抓了三只，够了，回去吧。展翅的话，我就用简便的方法，502把它粘住就行了。这个感觉还可以，看起来还挺通透的，就是下面好像有个大气泡没有排出来，然后这个就发热比较严重，有点像之前的鱼骨标本，上面都变形了，看来胶量太多还是不行。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最好的，但是这个翅膀有点坏了，是整完字以后就不小心碰到了，碰坏了。整体还可以吧，如果打分的话就打60分吧。